check it out。正确答案是，原来是他的酒窝。哦，酒窝笑起来很天真。是是是。好了，郭士文同学在这个历史题得到5000块。Yeah! 你看王心怡后来居上，得到3000也位居第二，其他每个人都是1000块，恭喜大家！恭喜郭士伦同学参加我们的奖学金挑战赛。下去了。哈利公立学校奖学金挑战赛，挑战者必须在60秒内说出字体的正确颜色，连续答对60题，奖学金垫10倍。准备好了没 ？Go！ 哈利公立学校奖金挑战赛，郭同学，我必须承认，手指不够用吧？我必须承认。我可以这个以貌取人，真的哈、哦。虽然我还是看你很不顺眼。为什么？你还要问呢、啊？各位同学，你们觉得他很顺眼吗？不顺眼。为什么见不得别人好就要嫌别人酸？难得全班有一致的想法。你本来酸的，对啊，酸酸臭臭的。可是你的8000元奖学金还是要发给你。嗯。重点是你要不要参加我们的奖金挑战赛，乘以10倍或者是零。中间有一个转折点，8万哦，8000或者8万。如果你答了超过30题，你可以保留你的8000块奖金；如果不超过30题，1毛钱都没有。哦，要不要熬？你既然这么厉害，挑战8万呢、啊？对啊，你挑什么？一下，我都行。哇塞，你跳得很烂呢。你也是参加那个 American Idol 的吧？奖金挑战赛开始。请说出字体的颜色。红色、黑色、蓝色、黄色、绿色、紫色、灰色、红色、紫色、黄色、黄。可以这样子的啊！恭喜，要不要叫我们加油？而且老师，我们叫的时候你跳得很高兴。那是一种不由自主。老师，你张手，你刚刚就拿手抠鼻子，哎，你看你戒指抠鼻子都抠成黑色的。不是，他有本事黑色的。好了，我们还是给郭士伦同学今天优秀的表现一些掌声，打你的10题。很好用啊！刚刚那个黄色其实是。